我给你出道题目，这里一共是17罐可乐，1/2给周总，1/3给我，你自己留1/9。这道题目你要是做出来了，我给你加工资。可乐可不能打开哦。没问题，17罐和1/2是分不了的。那我找周总借一罐。18的1/2是9罐，这9罐先给周总。8的1/3是多少罐？6罐呢？是你的。18的1/9是多少罐？2罐呢？这是我的。9+6+2等于多少？17罐呢？那不就正好喽。那你这还有一份怎么办？哦，这是找周总借的，还给他就好了。10个亿啊！我说11个亿，这么简单的事都能搞错？你刚把50个手都数11个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我就有10个，你要是能给我数11个，我把说出来那个掰折。1、2、3，先不动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